其实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年龄的不同，其实现在已经搞不清楚毕业典礼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可能你距离毕业典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印象中的毕业典礼好像照着学校的规定唱学校规定的歌曲，然后有毕业生致答词什么这一类的，然后参加学校所举办的正规的，他们希望典礼长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的。然后校长会上台，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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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下。现在都还可以忍。可是呢，令人高兴的事情是，现在的毕业生已经可以自己选歌曲，那自己制作某一些毕业典礼的内容，甚至他们自己制作毕业歌曲。所以今天让大家见识一下现在新的流行的各种方法，那能够衬托出他们现在的创造力，也可以让他们觉得将来回忆毕业典礼的时候更有这种情感啊。那我们今天邀请来的代表呢，他们会在康熙播放他们所制作的跟毕业典礼或者毕业歌曲有关的影片，他们在我们的对面，欢迎四位学生代表。欢迎。我们可能会很意外他们动用到的人数。那另外我们今天邀请了很多歌手，他们会来演唱他们心目中典型的毕业歌曲，他们自己的专辑当中有很多歌被毕业生选为毕业演唱会或者毕业舞会的歌曲。好，欢迎各位，你们好。出新专辑，可是我很意外，因为听说你的餐厅已经使你变成大老板。没有了，没有了。他开九家餐厅，我知道。我那天看新闻也吓到了。你看新闻？我看，对啊。你以为我是开店吗？你有吓到他的营业额很吓人，我有吓到。说你号称年营业额2亿，没有了，那报纸看看就好了。九家餐厅都是同一种菜吗？有客家菜啊，还有一个是铁板烧，所以是九家不一样的餐厅，不是一个家。有三个品牌啦，有三个品牌。哇，那你还有兴趣发专辑？这个在歌坛30年，这一直无法忘怀的还是歌唱这部分。可是就是对啊，就算现在不唱歌，你也 OK 了吗？当然是过得去啦，不愁吃穿啦。是，可是。万一他的餐厅就一直播放，一直巡回播放他自己的歌呢？不会不会不会，应该不会这么没品。不会不会，真的不会。因为我上次有餐厅的朋友，我去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就会拿我的歌来播，我就叫他们下掉。我说你不要影响客人的食欲，是会影响。可是你去餐厅，客人看到你还是很高兴吧？这不一定啊，有的就纯粹去吃东西啊。对啊，有的刚刚看到他会也是就会觉得比较亲切，对啊，就很亲切。小孩子去的话会有折扣吗？小孩子去应该不用钱吧？真的吗？对啊，每一家都不用钱吗？因为基本上艺人去第一次去，餐厅就会请。第一次去才不用钱。第二次去是有酒家，你可以每家都去一次，你可以吃9顿饭不要钱。对啊，有一些艺人，他们有的去就被认出来了，被员工认出来，认出来就。所以认出艺是谁的话，就要打电话跟你讲说哪一个艺人在，是不是要？那有时候他不用打电话给我，他就直接就请了。罗志峰今天会唱一首他的时代的毕业典礼唱的歌。我那个时代就是唱那个离歌啊，有没有？哪一首啊？真的假的？离歌现在的同学知道吗？离歌触动不是啦，不是，轻轻告诉我的你。停啊！所以我调查一下哈，所以戴爱玲这个是你们的毕业歌吗？轻轻告诉，好像也是啦。但是我们就是部落里面还是有另外一首自己的。毕业歌，部落里有，就是我们是丽里国小，靠近大武山，所以会有那个大武山青苍苍，丽里国小在身旁之类的。这不是校歌，是校歌啊，因为你里面有国小的名字啊。对对啊，所以你这是校歌，不算是毕业歌啊，是吗？是，好吧，那我记错。那北原山猫的校歌可能是那个，他不是住在太麻里吗？可是他台东，我是屏东。对哦，你跑到台东。你是屏东，所以他应该是唱那个什么？我家就住在台马里隔壁。你是小学生吗？小学毕业。小学生就要用这个口音唱是不是？刚刚。刚不太会唱那个是什么离歌吗？离歌触动离情，这好像是悲伤的歌。有有有。
这个你们唱过吗？这个好像是要结束的，要生命要结束的。这个是你要去的时候唱的歌，你说死的时候才唱吗？长寿也太久，光荣的一个送你离开。对，所以你们已经你说葬礼真的有唱这歌？有演奏，演奏是，可是中文版我没有听过哎。有啊，有歌词的。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国小的时候就听过了。你们听过吗？中文版的？我以为是罗百吉的那个。罗百吉哪个？喇叭吧，有个什么吹喇叭的？不是，不是那个。年纪有点。你应该知道吧？我知道罗百吉吹喇叭。你知道吗？范逸臣也知道。吹喇叭我知道。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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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吹喇叭。就一样的旋律。所以这首歌红的时候，你们不是才应该是小学生吗？对啊，小学就背这个，怎么办？彭佳慧现在有心理障碍了，他也没有办法唱的。他的改编以前那个离歌也有改编过啊，青青小树有什么？青青小树，八大山路，蓬莱西归龙路，有没有？有听过？好老啊！有啦，以前我们都有这样子玩过了。那这样玩是要什么时候唱？就是只是小学生自己闹着玩呢、啊。为什么你的年代的歌我会在听过、啊？差不多啊，我也是，对啊，你也二十几年了。有，我们不要聊这个。所以你的那个离歌是你的毕业典礼唱的，还是你替人家唱的？好像是毕业典礼的时候大家一起合唱的歌，然后都唱中文的，都唱中文。对，你应该没有在葬礼演唱过吧？没有，但我去参加过丧礼，然后我看那个乐团也有拉胡琴，有拉这个，还有等一下罗大哥要唱的歌也有拉。所以你是说丧礼跟毕业歌常常会强蹦吗？嗯，其实毕业典礼某些程度也是人生另外一个毕业，毕业还有丧礼也是啊。对，其实比较淡然。学生正要开始进入社会，讲这些比较淡然的话，淡然处之，一个阶段的道别。对对对对。那阿庆的，你毕业的时候唱的歌是什么？我们那时候都是流行歌啦。像学友哥祝福啊，朋友我永远祝福你，这种祝福，大家一起唱。哒哒哒哒哒，就的就在不言中，这种流行歌，忘情水也有，那比较怪一点。忘情水怎么当毕业歌？因为可是那时候因为小学生的时候，要大概是我那时候小学了。那我那个年代无言的结局。等。可是你说有毕业典礼这种无言的结局吗？老师跟学生可以对唱。可是你们到几年级的时候就不用再唱学校规定的歌了？其实都有唱，像国中的话，我是唱《笑忘歌》，五月天的。已经进展到五月天了。伤心的都忘记了，这首《笑忘歌》。小学吗？国中，然后全校一起唱吗？对，全校。所以是大家都会的歌。会，都会。五月天很多歌很适合吧？很多很适合，还有《干杯》啊，他的《干杯》。干杯。是那首，是那首。这首是什么？举起杯，跟往事干杯。举起杯，不是这首。这是跟往事干杯，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毕业歌。朋友来，这是你们毕业歌。干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喂，你就不要再忍了。你会，不错，很难过。可是马斯卡，你说刚刚那个。这个跟往事干杯是你们的歌吗？就是小学的时候了。小学哪会唱跟往事干杯？没有，是老师唱，然后就大家一起唱这样。因为老师会弹钢琴嘛，刚开始我会先唱那个《青青小树》，然后唱完之后就老师就唱这首，大家一起唱这样。跟往事干杯。小学生要跟往什么往事干杯？我不知道。那个也没有往事，那个也不能干杯啊。小时候不懂啊，就跟着一起唱这样啊。哎，我看明年可能就会唱你那个水灾了啊，因为大家就会很感动啊。我眼角已翻成水灾。
他的声音啊，你怎么会像马斯卡的声音呢？因为他在模仿他。你会模仿马斯卡？我今天带有汉典哈。你还有在注意马斯卡他们的歌？刚好。你资讯很新哎。小孩有在听啊，然后他们就会放给我听。你的小孩已经大到听马斯卡了吗？我有，对，我小孩已经很大只，多几岁？小一个一八六国三了。 然后一个小学一年级已经170几，快100公斤了，长得有点正则式。哇！哎，你的小孩长得像正则式，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对啊，就觉得有点悲哀。所以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罗生门模仿你唱歌吗？没啊。而且他歌很新哎。对，很新啊。那罗大哥我们在那边聊天，然后他洗澡的时候会放。 对，哦，在家里会听到。小孩有帮我下载在 KKBOX 里面。所以你人就归，可是你资讯都是新的。我去 KTV 都唱电音舞曲哎。哇，哪一首？眉飞色舞，那老了。因为我现在极限就是眉飞色舞。真的。爱的是对错已太多，来回到眉飞色舞的唱歌。这很久，你不要这样吧，很悲哀耶。 为什么不唱点新的？就练不起来。新的电音舞曲可以推荐给 S， 蔡依林的吧？我配啊。哦，对，你怎么那个？怎么了？因为天后不愿意唱天后的歌吗？蔡依林比较不是我的歌路。阿妹的啊，跳进来的你。你也是。哇！你好新。我阿妹极限就是那个 Hold On 麦造哎。 哦，大力的来，那新的那个阿密特的歌呢？还没练呢。那你去他演唱会时候在干嘛？就是一直叫啊。没有听过。OK。马子卡的除了跟往事干杯之外，经历过的毕业歌曲有什么？就是祝你幸福啊。这首还蛮感人的。祝你幸福是哪一首？祝你幸福就是祝你幸福。 听说是你们学校的校长喝醉的时候唱。嗯，对，就是他唱这首歌，然后就是喝完酒之后就唱，在刚好在毕业典礼嘛，很开心哎，过了之后他就中风了。所以 ending 就是这样吗？就中风了吗？对，没有好起来哦。然后就他就过世了。 可以接着唱民歌啊！那你自己毕业典礼的时候没喝酒吧？我国小的时候没有了，对。国小后面呢？小学后面？国中就有。国中、国中、高中啊，对，就差不多，就大家要聚一下嘛，对，了解看大家未来在哪里。通常，只是我们就在猜，可能谁会先走掉这样。 也有可能都会死掉一两个，啊，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毕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嗨嘛，有的人就会酒醉骑摩托车啊，然后就车祸就死掉了，不然就去海边玩耍，然后被浪卷走。你讲真的吗？真的啦。你说毕业典礼大家就在猜说谁会死？我是就是长久下来可能都会有一两个不见嘛，我就走掉这样。所以你们是像绝命终结战这样，就是有点像人生的毕业典礼。 国中是不是？毕业典礼举办完就少掉两三个毕业生。对啊，这应该是你们没有这种想法吧？啊，是吗？所以，好，所以校长喝醉以后唱这个歌，那同学们也都会唱。对，其实他教我们唱，然后因为这首歌对你来讲是非常古老的歌，哎，我们不晓得，我们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唱这样啊，还不错的。这是凤飞飞吗？这个。 我不晓得唱原唱者是谁呢？对啊，他等一下唱这歌会不会落泪吗？对啊，真的吗？因为他爸爸的手机铃声以前是用这个歌。哦，那你就哭一下没关系啦，因为我很想听马斯卡唱歌。真的，我想要听你唱这首歌。那我今天顺便来宣传一下。8月21号，哦，他在松烟。松烟的演唱，然后我这次有非常全新的阵容，就是有一只狗哎。
对，我的好朋友。那是你养的吗？当然不是啊，是人家借的。你摆的样子很像是你的啦，这样想耍粉是不是？对对对，就是台东热演唱会，对 ，Maskin 的东南美。你说全新超强的演出阵容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没有出现过的东南美。对，而且我还会唱几首新歌，对，我在那一天会唱几首新歌，所以再会唱啊。你来我就唱好不好？所以东南美是乐团吗？对，是一个我自己组的一个新的一个 team。OK。那以前你自己的那些乐团的成员会出现吗？也会出现啊。有几个，那谁有空子就过来打了。现在是这样的。所以等一下你唱《祝你幸福》的时候，如果徐熙娣哭很惨怎么办？我不会看到啊。不管他就对了，是不是？我是怕我没哭的话，代表他唱的不够感人。对呀。他可能会用很那个，一定是比较轻松的，轻快的。对啊，他的声音不是会让人家哭的那种，是听得会嗨的那种。对啊，所以就是8月21号松烟。OK， 哦，你21，八二一就是我的。啊，真的吗？你在前面了。哎，8月9号。没有啊，再来一个，出来好啊。再来几号？我是怎样？7月17号台北 Lexi 跟8月1号台中 Lexi 哦，比较早。先要来看我的，再去看他们的，再看我的了，还有老师的，再看你的叫做我不离开，因为我的新专辑7月10号发行，叫我不离开。好热闹，谁叫你离开了吗？嗯，应该没有吧，我死都不会离开啊。OK， 所以我不离开就是新专辑的歌就对了。然后这首歌是我跟自己的好姐妹阿令一起合唱的。对，王家慧是不是在偷笑？他已经办完了，而且他台北小巨蛋。对，你是办一场吗？还是两场？一场，但是会再加场。哎，你跟戴爱玲同级，戴爱玲 Legacy。对啊 ，Legacy 我全秒杀哎！秒杀！赶快，我也要秒杀！你开始卖票了没？好像开始卖了吧？开始卖，现在还在宣传。Legacy 的人不多哎。我的也都是站票，都卖完啦。秒杀也是你先生买的，有什么好生气？拜托，我是很多是网友自己上真实的人吗？对啊，你不是你问那些年轻人？我很怕他们一个都没有去看。你们知不知道我在 Legacy 办过演唱会？知道。有去的举手。买不到票。是。戴爱玲还买得到吗？很容易买不到。到现在还在宣传，应该就是还有票啊！刚刚才开始做宣传。OK， 而且有两个 Legacy 啦。对对对，希望大家支持。宇宙人，你们什么事吗？很多事哎，因为我们代表全公司的人来，因为我们怎么办了一个非常大的演唱会，叫《世界好大趴》。世界好大趴，犀利趴。我有看到阿密特。对，因为我们连续三天，8月7号、8月8号、8月9号。有五月天跟阿密特。对啊。那你们来干嘛？我们跟他们同一天，对啊。可是接在五月天跟阿密特后面，不是压力很大吗？他们没空来，我们今天我们来。我知道，可是到时候演唱会的时候，万一大家都冲他们去了，你们怎么办？就第一次来听，然后我们就表现最好给他们看。好乐观哦。对。所以你们那个是好多人的演唱会。对。然后三天。嗯，三天，连续三天，8月7号到8月9号。然后你们的是8月8号父亲节。对，可以带爸爸一起来听。场地在南港展览馆。带爸爸去看，应该是去 Daniel 那边了。爸爸会受得了。等一下，等一下，各位歌手会为大家唱他们心目中很感人的毕业歌曲。然后呢，今天我们邀请的四位学生代表，是因为他们自己发挥创意做了一些很厉害的事情啊。有一位是帮幼稚园做影片，是哪位？哦，好好，你是导演。对。然后你们家是开幼稚园的？对，我们家开幼稚园。所以那个影片是帮你们家的幼稚园宣传吗？第一年是，就是只是拍给爸妈看，然后没想到就是被网友们疯传，对，然后现在变成就是传统，所以去年又拍，今年又拍这样。所以第一支影片在网络上的点击次数是超过你想象的？超过非常多。到多少？现在是160万。哇。然后影片中间是真正的你们家的幼稚园的小朋友演出的，都是。然后它现在变成一支毕业影片了。嗯，算是毕业影片，毕业典礼的宣传影片。那它是在小朋友的毕业典礼上会播放吗？嗯，有播放，但是原则上就是叫爸妈来看的一个
宣传，像是预告片的。所以小朋友知道自己演了一个戏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可是万一没有拍到的学生家长会被气。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要跟他们说，哦，可能那天小朋友不太会讲话，所以就只能请这个小朋友来演这样。因为小朋友可能假设有50个人，不太可能每个人都是，对对对，因为家长很 care 这个自己的小孩有没有出现，我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你的小孩在幼稚园里面竟然没有被选中演女生，什么啊？你当时没有被关说，家长没有来关说，说他们希望他们小孩被选中，没有哎。所以第一年就是发生过，就是可能有些小朋友没有入境，所以可能第二年、第三年都会有那种。就是那种远景，然后让每个小朋友跟一个小头在里面，至少就是每个小朋友都要有小头在里面。所以你现在这样越拍压力越大哎，压力很大，对。所以最后就变成大场面的史诗，就是很多小孩。现在毕业典礼可以请外面的人去唱歌，可以。有，我们那个年代就有了。啊，真的有吗？有。我以前很多很多大专院校都有请我们去啊。你们那年代是说你当歌手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念书的时候。没有，我当歌手的时候都有请我。你就有去唱过毕业典礼。然后我以前也是校园咖哎。我算秀场咖，但我也算校园咖，我也有去。你去毕业典礼唱什么？无言的结局啊。没有，都有了，都有。你最适合在毕业典礼出现的歌是哪一首？都忘了嘞。榕树下吗？榕树下是雨天云的路边一棵。没有，那时候刚好我其实一开始是出国语专辑的嘛，所以前面去唱像什么大便的善变的脸啊，这一些我早期的歌啦。善变的脸，在耳边留恋着你的诺言，在眼前模糊的你，却离我越来越远。你那张善变的脸，你那张善变的脸，为何时常浮现眼前？有哎，你很喜欢那个，你是很喜欢那个？不是，这首歌也红哎。对，小时候有那个记忆。第一张专辑啊，我的第一张。所以你从第一张专辑就红到现在耶？有吗？就这样，怎样客套话？好，我们可以看影片了吗？可以看幼娟的影片吗？好。哦，对不起，对不起。OK。你叫妈咪，可以借我们相机吗？你们会拍吗？我叫老师拍就好了。哦，糟糕了，帮他一下。好。那我们要拍什么？我们拍一个浪漫的我与爱情片吧。学长，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等一下，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喜欢学长，但是我要跟你说，我比他更爱你。这样，上次我都不小心知道你勾分，你要对我负责。什么？明哲当初不是说要入睡我们家吗？学长，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对，我就是这种人，走吧。明哲，为什么你都不跟他说？其实你只剩3个月。没关系，如果我的话，可以让他更掌握住我，这样子也不错吧。主角什么时候换的？那我们接下来拍一个热泪盈眶的亲情血型大分界吧。检查结果出来，很抱歉，检查结果是阳性反应。所以他还有多久可以活？他顶多再活60年吧。竟然只剩60年，他还是一个孩子啊！孩子的妈振作点，我们在这最后的60年，好好陪他走完一生吧。他过了60年，孩子都退休了吧？这个也不行，那我们该怎么办？来拍个热血的故事吧。
什么意思？剧情都很 heavy。刚刚那些视觉特效是你自己加的？对，我自己加的。然后脚本也是你自己写的吗？对。所以你就是为被爸妈逼着做这件事？他们今年就是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拍，然后就觉得说到底在赶什么？对。所以有因为这样幼稚园的生意变很好吗？并没有。就很多网友就说什么，然后长大要把小朋友送到我们家幼稚园，然后结果我问我爸妈说，有人因为看这影片来读吗？他说。所以这两三年都没有，完全没帮助，完全没有。你说上百万的点击根本就是一场空，对。那爸妈干嘛要约你去拍？就是可能就好玩吧，可能就是他们也觉得说小朋友就是上网路啊，然后爸妈也很开心这样。那你拍了之后，你个人有什么收获吗？就是第一部影片，就是前年第一部影片出来，然后开始有人知道我这个人。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拍影片，所以就是会开始注意到我之前拍的影片，跟陆陆续续拍的影片这样。OK， 就是开始会他们会找我说，可能拍一些是什么小东西啊，但是就是好像就没下文这样，就问我，然后我就说好可以啊，然后就没回了。所以没有真的接到东西？都没有，就是一场梦。对，梦做了蛮久的。坚持啊？有没有比较有那个希望的故事？访问完是不是让他很沮丧啊？可是你本人是在干嘛的吗？我现在还在念书，是念相关的科系。我现在是在念就是电影的特效这方面，所以你刚好可以来练习啊。对，就是其实学的跟我做的其实还是有落差啦，但是就是把它当做玩票性质。做特效就有很多可以练的，嗯，就是把小孩拍成夺魂剧或者是什么人形蜈蚣啊什么这些。还是有挑战，可以朝这个发展。对啊，然后家长就会越来越害怕自家幼稚园，招生越来越差。宇宙人，你们这次的专辑，是有走什么路线吗？走一个真挚的路线。啊？你说真诚真挚的意思吗？对，我们这张专辑叫一万小时。所以以前是比较不真挚吗？还是以前比较会用一些逃避的方式面对自己真实的情感？有吗？对，就是可能用一些嬉笑的东西。然后这次因为专辑一万小时，想要因为现在资讯很快，每天成功的方法就是一下就会被打脸，就两秒之后就被打脸，所以希望提供一个很明确，我觉得一万小时，因为它就是一个坚持练习的东西，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一步一步的累积自己的一万小时，是，蛮正面的。请问你们今天要唱的毕业歌曲是五月天的《干杯》。哦 ，OK， 所以你可以听一下，就不是跟往事干杯。好，请上台。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旋转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了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相信了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和你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友情曾像诺亚方舟坚强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等着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永远喝了就能万岁，岁岁和年年，时间都停了，他们都回来了。
个那个提示，很特别，不是歌词的提示。对，然后各位歌手都没有见过那张提示，第一次看到吗？我第一次看到。阿倩也很少这样写啦，那就是吉他和弦嘛。那通常我们用一二三四 A B C 就可以了，用那种罗马字的那种。对，为什么？可以借我看一下那张那个罗马吗？阿奎的手稿，厉害的。时钟哦，所以现在吉他也可以，也需要大字报吗？就是一个密码，对，一个密码。所以是已经，但结果被大家破解了，已经记不住了吗？因为他的歌词实在太长了，太多段了。那我想说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样，就大家在看。我想说，因为以前的表演大家都只看主唱啊，对啊。所以是你的记忆力衰退，还是说是现在都好像有一点衰退了？这个是毕业太这个是可以的吗？就是说大家演唱会都可以用，看得懂了。只是这样，反正乐手的话就有谱在那边了。哦，乐手有谱，对啊。所以你这是取代乐手的谱的意思？对，这是，但是这好像只有我看得懂而已。对啊，阿庆看得懂，阿庆老师来，但是我要翻译一下，换算，想一下，一五六三 ，OK。对，所以就。如果不是我们逼他们唱五月天的歌，他们可能就自己的歌，他们就记得住吧。蜗牛是周杰伦，蜗牛啊，这个真的有变成毕业歌吗？真的有哎，因为我刚我们那个年代其实都唱张学友，我刚刚讲嘛，祝福啊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杰伦发病应该是我那时候念大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突然那时候所有毕业都唱这个歌，这首歌真的很励志。然后你们有经历过？好像有，有。就是，对，歌词跟毕业有关吗？没有，他就励志啊，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啊，到最高点啊，趁着世界往前飞啊，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很感动。因为刚刚干杯那首感觉就是完全是为了毕业而写的歌。也不知道，因为他有说什么消失的人回来了那些，听起来他歌 MV 我记得那时候是在讲人的一生，对，友情啊，人生的毕业，有点像马自康那个故事。不过那个歌词那么快速的讲那么多事情的时候，同学们应该没有办法这么多人大家一起那么快速的唱。所以我看阿信有时候现场会给台下唱，你说他自己忘记吗？没有啦，他但是他大部分都还是有唱。OK， 有时候今天的学生代表中有一个很特别，是龙华他们。范逸臣是龙华的学生，对。然后你召集了一个活动，是，算是三个人啊，三个召集人，对对，就无聊在宿舍，然后看到一部影片，觉得很酷，然后想说龙华也可以拍一支。你看到那个影片是？就是在国外很流行 Lift Up 这个活动，就是他们对嘴影片，然后刚好最近那个 APP 软体也很流行，对，所以想说我们也可以玩玩看，嗯。对，可是其实我们起初只想弄大概四五十个人的小，就我们自己的朋友弄的而已。对，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越找越多人。你是靠什么管道去找人的？其实系学会很重要，就是我们学校系学会其实活动还蛮多的，他们蛮喜欢玩活动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找系学会的代表，然后让他们直接下去找人，所以就很快就召集到这么多人来参加。最后是总共多少人？大概500多个人。500多个人，你们要怎么管理啊？就是还是要靠系代表啊，但是我们就是彩排，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只是背景啊，对，然后主要就是几个对嘴的人，所以我们主要是 handle 住那几个对嘴的人就可以了。所以那些来参加的人后来发现自己是背景，没有怨言吗？没有，可是因为其实大家每个人镜头都是差不多的，虽然只是带过而已，但是其实还是会有画面的。所以拍完之后也是一样放上网去，结果点击人数超过你的想象吗？对，有一点吓到。现在累积到多少？现在光我们粉丝专业的就有70几万，然后传出去的就不太知道，没有去计算。OK， 对，好，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这支影片。I'm something weak. You got me begging, begging. I'm
事情进行花掉多少时间？我们从发想到实际拍成大概两个多月。对，我们运气算很好，刚好有同学有在玩这个器材。所以里面包含了多少戏？14个戏跟7个社团。对，我们全校啊，我们学校总共只有14个戏而已。所以这影片红了之后，你人生有改变吗？其实没有哎，可是就我们有三个总招嘛，可是另外两个就会说，我的好友人数就突然多了一堆邀请啊，然后我就默默的说，可我什么好像都没有。你也没有多邀请吗？没有啊，就完全没有增加。你有没有跟大家讲说这个影片是你发起的？可以比较不好意思啊，就是3个人一起弄的啦。我觉得今天康熙播应该会给他增加大概20个好友邀请。这蛮值得炫耀的啊，很厉害。是大工程，是啊，就是还是感谢，还就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啦。可是参加的同学如果是在那边在远方挥舞旗帜的人，应该会有点失望，没有被拍到吧？可是要能够真的对嘴的人，一定要是有一点表演天分的啊。可是有几个就是占掉不少时间。嗯。所以有人靠关系希望你跟他对嘴吗？是没有啦，真的对嘴的人都是我们直接跟各系说我们需要几个对嘴的点而已，我们只讲点。那他们要几个人，他们自己去排。可能有的同学害羞，他们不敢冲到。对，有可能对嘴，因为这样的压力才不会在我们身上，就会在系代表身上。刚才影片播出的时候，你有听到有人在哼音乐吗？有。不是你吧？不是。是丹尼尔吗？是丹尼尔。有哈，刚刚在听那个音乐。有那个音乐，你也是那个魔力红的那个 Sugar 有。哎呦，对。哇，这真的很新。也是小孩子在听，对啊，我就常常的有的时候在车上放啊，或他们洗澡的时候就会放嘛。所以你都是洗澡的时候听的。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魔力红的演唱会，你小孩叫你买票，你也要买吗？看看。买不到。那如果魔力红？你碰到他们，你会自我介绍说我也是歌手吗？他可能不鸟我吧。不鸟我。龙华这支影片有引发其他学校的带动这个风气吗？有，就陆陆续续开始都会有学校来说，你们是怎么拍的、啊？然后想要拍，然后有很多学生说什么很后悔当初没有读龙华，我是觉得有点夸张啊。学校有算红了吧？应该有吧。其实龙华真的很少人知道这所学校。对，因为我之前没听过。对啊。就希望可以用这个影片让大家知道。我听过，可是我没有从我嘴巴说出过这两个字。我只有听过龙岩。龙少华我也听过。那个当时想到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难道不怕会花钱吗？其实我们就想要弄简单的东西而已。对，可是因为原本只有10几个、20个人这样，就觉得还好，就花费大家平均分一下就 OK。可是后来弄到500，后来被学校知道这件，我原本不想让学校知道，对，因为跑学校行程真的很麻烦。可是后来还是被学校知道了。知道怎么样呢？就是他就会，就是要照学校的规矩走啊，要写公文啊，要申请经费啊，什么什么的。对啊。所以学校有资助一些？有，学校有拨经费给我们弄这个活动。所以最后是花掉多少钱？大概1万多块，快2万。还有。对，就这支影片，其实也没什么道具啊。比 iPhone。还不一样，所以那个经费是花在哪？就那些道具啊，那些彩带，我们有一个部分是丢彩带的，那彩带花比较凶。所以同学来参加演出不用供应什么菜、便当什么的，没有真的没有多余的经费。然后也不给他们衣服，就照自己的穿。对，有啊，就是白色，对，就这样子而已。OK， 你有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吗？就其实每次看影片的时候都还是蛮感动的。就是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做到，因为克服了很多困难。对，其实，在过程当中真的还蛮不顺遂的。我们就看不出不顺在哪里，就是因为其实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人，一开始真的人很少，因为看起来人都很好啊。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干嘛。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讲说我们要拍 lead up， 他说啊 lead 什么？就是 lead up， 然后你要跟他解释说就是歌唱对嘴的影片。可是你只要把摄影机架起来，叫他们听音乐，对嘴巴动往前走就好了。可是因为我们拍摄那天是礼拜日。然后早上8点半，所以学生一听到这个时间，他们连上课都不会来了，然后还要来参加这个活动。早上8点半对学生来说太早吗？对啊，就是我们校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有跟老师说，你看看人家学生假日8点半随便找都有500个人来参加，然后你们上课好像学生都没有这么热。所以你们龙华这个学校是学生都不上课是不是？不是。
其实龙华上课真的蛮累的，因为我们在拍影片的时候，其实全部都是爬坡，就是一路都是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其实我们学校就是一个坡而已，所以要来上课。现在是在说你在你们学校上课需要爬坡，所以大家都起不来吗？在山上的。对，在山上，在山腰。坡是很斜吗？很斜，很斜。骑脚踏车应该会往下滑吧？所以大家只好不去上课，就是会懒惰啊。然后如果下雨的话，就变成龙华滑水道了。对啊，所以你们学校干嘛要盖在那里？其实我也不知道哎。所以考上之后，大家才发现自己住在坡上，是不是？有很多学生都是这样，然后就累了，就有一点，可是后来还是会习惯啊，对啊。所以你们应该拍一支龙华的学生爬坡的影片啊。对，为什么坡没有拍进去？有啊有啊，就是有那个柏油路那一条，就是一整个坡。其实你往后上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尽头的，就是一整个坡到底。本来可能这支影片播了，我们还能够替他们争取到一些学生，然后讲到爬坡去之后就没有。又是一个没希望的故事。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哦，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